掀开经本，迦奴罗王长行第二句看起，不可坏宝吉迦奴罗王得普安住法界教化众生解脱门。清凉在注解里面说的不多啊，但是把他的经义给我们点示出来了啊。变作觉树，这叫诸法界。现通说法了，叫教化。这两句话，我们要如何去体会？怎样落实？啊，体会是解门，落实是行门。这样我们才能得到真实的受用。迦奴罗这一个族群就是我们现实社会里面从事于太空，从事于航空啊这一类的众生啊。迦奴罗在梵语啊是称金之鸟啊，所以第一位代表的它的名称叫大苏杰利，就是它有很大的速度啊，快速。从这个地方看，我们就知道佛法包罗万象啊，啊，即使近代尖端科技的从事尖端科技研究的发展的这些人呢，也都包括在其中。昨天我们讲过，人要开悟，要成就，首先要有高瞻远瞩啊，啊，远大的眼光啊，所以前面第一位得无住无碍眼，啊，就像飞行在高空一样啊，你看太空，看地球，啊，要有这么大的眼光啊，要有这么大的心量。包容虚空法界，你才会有成就。眼光很窄小，心量狭小，永远不能成就。啊，这样的人，无论他怎样勇猛精进，跳不出他自己画的圈子。这圈子不是别人画的，啊，是自己画的。啊，他跳不出啊。这个表法的意思我们要懂。啊，这个第二位啊，不可坏宝吉，这都是表法。吉代表高显啊，吉是头发，从前人做头发挽一个吉在这个头顶上，代表啊
最高的部分。啊，这个集不舍说的法集，啊，宝啊，这宝集但是用现在的话就是至高无上的真理，真理不可坏呀，至高无上的真理是什么呢？心性，华严神经上讲的虚空法界一真庄严，唯心所现，唯识所变。心性性实就是此地所说的不可坏宝集，这个是一切众生通通都有的，决定平等的。理如是，事如是，相如是，无疑不如是。非常可惜的，有一些众生呢迷失了，不知道自己有宝集，不知道啊。六道凡夫，我们迷得太久了，迷得太深了，虽有不晓得，谁晓得呢？佛晓得。佛看一切众生是平等的，佛看地狱众生也平等的，他堕地狱没错，受罪没错，他的心性他的性识没有改变了，心性性识跟他堕地狱不相干了。所以佛眼睛看一切众生本来成佛，你跟诸佛如来没有两样，不同的是你现在在迷，你没有觉悟啊。由此可知，诸佛菩萨应化到世间来，为什么？点化众生，帮助你觉悟啊，帮助你回头啊，回到你的心性，就如此而已啊。你一回头，凡夫就做佛了。你不回头了，那还是在六道里头轮回。有许多同学问我，我很想回头，我回不了头怎么办？很想回头，这个想就不错了。这个想在佛法里面叫什么？叫实觉。你已经开始觉悟了，就怕你不想啊，想好啊。那为什么回不了头来呢？这个我们在讲席里讲的太多了，因素很多，归纳起来不外乎两点。一个是什么呢？对于佛所讲的这些道理知道的不够透彻，所以佛教给我们深入经藏，我们入的不够深呐，知道的太少，知道的太浅，所以虽然是想，那想构不成一个力量，然后我们才体会到为什么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要讲经说法49年，
你想想这什么意思？啊，释迦牟尼佛点一点不就可以了吗？就可以走了吗？为什么还要天天讲讲49年？帮助你深入啊！你入的不够深啊！啊，解虽然解没有解律。第二个呢，烦恼习气太重，日常生活起心动念，言语造作还是烦恼做主，这个事情麻烦了。所以佛教导我们修行，修行是修正错误的思想行为，要怎么做呢？戒行并重，不能偏在一边呢。清凉在华严注解里面说得好啊，有戒无行，增长邪见；有行无戒，增长无明。可见的偏在一边都不行。决定要戒行并重。戒行并重是什么？我了解多少我做多少。不做不行啊。你能做到了，你的悟性啊就又升一级。行帮助戒，戒帮助行。如果直接不行，不论你读多少经，你在经教上下多少功夫，你不能够依教奉行，智慧不开啊，你只是读得多记得多，你也会说，不是你自己的真智慧。换一句话说，你所说的都是别人的，经典是释迦牟尼佛的，注解是祖师大德，没有一句是自己的。你要有行呢，那就有自己的，从自己内心心性里面流出真智慧呀，真智慧展开经教啊，我想的跟佛说的一样嘛，确实是一样。为什么呢？佛所说的是从自信本具般若里头流露出来的，我自己自信本具般若也流露出来了，跟佛菩萨讲的没有两样，这叫佛佛道同啊！我们同一个自信啊！不做怎么行呢？做克服烦恼啊！大家每一天念四弘誓愿。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这个四句大家念得很熟啊。回归到自信呢，知道的人就不多了，就没有那么普遍了。但是老同修啊也都知道，自信众生誓愿度啊，自信烦恼誓愿断，自信法门誓愿学，自信佛道誓愿成。回归到自信啊，这个四句是度自己的，
前面四句是广度众生啊，自己没有得度啊，怎么能度众生呢？啊，要度众生呢，先度自性。这个道理不能不懂，无论是大乘、小乘，啊，显教、密教，无量法门没有一个是例外的，啊，净土法门也不例外啊。啊，我讲《无量寿经》讲过很多遍。讲过很多次，提醒同学们，啊，我讲往生西方世界的品位，跟古大德讲的不一样，啊，我讲的好懂，啊，我是这样说的，《无量寿经》上讲的道理，讲的方法，你能够百分之百的理解，百分之百的做到，你往生是上上品往生。啊，如果你只能够理解做到百分之九十，你是上中品的往生。这样九品一直减到最后，至少啊，你要能理解做到20%啊，你才有个下下品往生啊。换一句话说，两成做不到，往生就没有把握了。这是真的啊，念佛人多，往生人少，什么原因呢？没有落实嘛，没有搞清楚嘛。啊，真想在这一生当中往生，这个经教不能不读，不能不深入研究，一定要认真努力去学习。啊，根性力的人念头转过来，从哪里转呢？反复的念头为自己。啊，我活在这个世间干什么呢？为自己。啊，菩萨的心念跟我们恰恰相反，菩萨活在这个世间为众生的，不是为自己。生死与自己毫不相关呐！众生有缘，这个身体多住几天；众生没有缘，少住几天。他是为众生活的，不是为自己活的。这个念头转过来了，转过来就相应了，啊，转不过来怎么搞都不会相应，啊，我们学佛不能够切入佛的境界，头一个关口，啊，这个关口不能突破，难了，永远不能契入佛境界。啊，起心动念，我执啊，见思烦恼里头，思惑第一条身见。这个是经教里面所讲的颠倒迷惑的
大根大本。金刚般若大家念得多啊。一开端呢，佛就讲啊，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无我破我执啊，破见惑，破思惑，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破所执障。无我相是破烦恼障啊，那偏偏执着有个我，那怎么办？烦恼不能断啊，所执障也除不掉，两种障碍障碍了我们自信啊，自信里面无量的智慧德能向好都不能现前，这是很值得惋惜的啊！真的是大错了啊！佛法的修行，宗门教下祖师大德教给我们，从根本修。什么是根本呢？念头，你能把念头转过来，这是从根本修啊！啊，三业里头从意业下手啊，念头转过来了，无有不善啊！佛教给我们，不容毫分不善夹杂，你才真能做得到。念头转不过来，决定夹杂。我做好事，好事里头还有自私自利在里头。做多少好事，没有把自己那一份卸掉。总有自己一分在啊！请大家吃饭呢，我也有一份呢，没有把这一份丢掉啊！这叫根本烦恼，这就叫夹杂啊！能把这一份舍掉了，这才能入境界。清净心现前，心净则佛土净啊，极乐世界你就见到了啊，华藏世界你也见到了啊，不舍怎么行呢？就佛家的说一下，舍得，你舍了你才得到啊，得什么呢？得诸佛的境界啊，得诸佛的知见，入佛知见，入佛境界，这样才知道舍是大利。什么样的利益呢？都不能跟他相比啊。你写的越多得的越大啊！我们晓得圆教初住菩萨写了啊，见思烦恼写了，尘沙烦恼也写了，无明写了一品，踏入佛境界，入佛之境，华严会上的
化身大士啊。无名舍了一品啊，再舍一品呢，那他就是二住菩萨了。佛给我们说，无名有四十一品啊，一真法界里面的众生啊，他也是众缘和合而生的吧，也是众生。地位也有高下不一样，这个高下不一样啊，是他无名投诉不相等，学的越多那个地位就越高，四十一品无名通通学尽了，圆满的佛果。佛法里面称为圆教佛，我们也听，听了为什么会忘掉？听的变数不够多。啊，所以现在有同修要提倡我们讲经说法要精简，啊，不要重复。哎，释迦牟尼佛就重复。你看看这个佛经里面最大的一部经。大般若经六百卷呢，里面重要的话呢重复上万遍呢，那古人呢也做了精简工作，就是太重复的太多了啊，把它编成一部般若纲要啊，这个过去我们印过很多，都送过大家了，六百卷大般若的纲要，把六百卷呢浓缩成十卷，浓缩得很好，浓缩里面呢还是不断在重复，这个重复是必要的，不重复啊，一个众生都读不了，哪一个众生听一遍他就觉悟了，他的念头就转过来了，不可能嘛。我们自己经验告诉我们，我在讲台上讲经几乎每一天都不中断了，每一天至少讲两个小时，讲了四十一年了，念头才转过来，不简单呐！啊，十年二十年转不过来，什么原因呢？习气太重。如果不是天天在讲，讲什么劝自己啊，天天拿着这个经本来劝自己啊，在这个五欲六尘当中才没有被埋没。如果有个三个月半年不讲了，我自己也保不住。能经得起五欲六尘的诱惑吗？难怪古人所谓的三日不读圣贤书，面目全非呀。什么叫面目全非呢？贪嗔痴慢都起来了。读经言教讲经是压服自己的烦恼习气，
烦恼习气太重了，时间太久了，无世界以来的累积，哪有那么简单克服呢？所以自己要认真努力，不能一天不干。我现在每天读书的时间至少有3个小时，3个小时到4个小时，不能松懈。圣贤书不可以不读啊，世间这些东西必须远离。为什么？对我们没有好处，只有害处没有好处。染污我们的身心，但是你不能不知道，你要不知道你愚痴，你没有智慧。知道而不染污，知道绝不把它放在心上，也不必去苛求知道，随缘就行了。但是对于佛法必须要深入啊，深入之后我们自己才找到一个立身之处。立身之处在哪里呢？这里说得好啊，安住法界，这是我们立身之处啊。法界是什么呢？法界就是自信。法界就是真心。真心是什么样子？很难懂，很难体会，很难讲，当然也很难明了。我们就思想上来说，从真心作用上来讲，大家好体会好懂，我们把它归纳为10个字，我们的自信，我们的真心，就是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思维，这个大家好懂啊，决定没有虚伪，对一切人、一切事、一切物。我为什么有事情不敢告诉人呢？我知，有自私自利。你要无我了，还有什么事情不能告诉人？现在外国社会法律上定的有隐私权，这是误导众生的。隐私是什么呢？永远不能超越6道轮回。你的心啊，永远有黑暗的那一面，不能破光吗？事出世间圣贤教诲里头，你们仔细去读，你仔细去查，绝对没有叫你隐私的，正大光明啊！事无不可告人言呐！真诚。
别人不真诚，我知道他搞六道轮回嘛。我要真诚，我不再搞六道轮回了。我现在真的明白了。诸佛菩萨是坦诚的，决定没有一丝毫虚伪。我学佛菩萨，我想跟他走这一条路。我对一切人、一切事、一切物坦诚，我跟佛陀、佛菩萨同一条道路。念念为众生，不为自己，有什么不可告人事情？不可告人是为自己，不是为众生啊。依旧停留在我执法执里头啊，妄想分别执着在作祟嘛。所以要明白这个道理啊，清净心是自信，我们要安住在清净，清净是决定不污染。什么叫污染呢？决定不会叫外面境界让我们起心动念。诸位要知道，起心动念就被污染了，就不清净了。昨天我跟同学们说，我们供养佛菩萨形象是表法的，供具里面最重要的是供一杯水，香花其他没有都没有关系，最简单的最重要的供一杯水，水代表什么？清净平等。我们看到这杯水，要想到我的心要像水一样清净，决定没有污染，要像水一样平等，决定不动摇，不起波浪。供水意思在这里啊，天天供水不晓得什么意思，以为佛菩萨要喝水，你是错了。还有人说，哎，供这个水呀，供应时间水少了一点，哎，佛菩萨真的吃了。少什么？天太热了，蒸发掉了吧。佛家这都是教学，时时刻刻提醒我们啊，供佛像我要跟他学啊，念念不忘他，我走佛道，设法界，我走佛法界，是这个意思啊。佛对于设法界一切众生坦诚啊，没有一丝毫隐瞒，我们还要处处隐瞒人，这怎么行呢？这跟他的道路不一样啊！学佛从这里学，学清净，决定不污染，心要清净，没有自私自利，没有贪嗔痴慢，没有名闻利养，没有五欲六尘，心就清净了。夹杂这些东西在里头，怎么会清净得了吗？我们要做好事，帮助一些苦难众生，随缘不攀缘。为什么攀缘心就不清净了？我想要怎样怎样做，要想怎样怎样帮助人，你的心不清净了，你的心也不平等了。随缘而不攀缘，
有缘我们做，做心还是清净的，没有缘不做，不做心依旧是清净的，永远保持着清净平等。平等很重要，没有高下。佛跟佛平等，佛跟菩萨平等，佛跟众生平等，佛跟恶鬼地狱畜生都平等，不但跟有情众生平等，佛跟树木花草也平等。为什么？《华严经》上说得好，情与无情同源种质，同就平等了。平等决定不生高下心，我高你下，你高我下，这个念头没有。这真平等。平等才能和睦相处。我们这个世间一切有情众生，哪一个不求和平呢？求了几千年几万年，和平没求到，什么原因呢？不平等。只要不平等，就没有真正的和平，就没有永久的和平。所以佛法界里面，菩萨法界里面有永久和平。为什么他们知道平等？知道所有一切诸法都是唯心所现的，一个心现的，能现是一，所现哪有不平的道理呢？平等啊，平等是事实真相啊！现在科学家懂得这个道理，大家珍惜的金刚宝石、金刚钻，给地下的泥沙平等。科学家晓得，在化学的里一分析，分析到最后都是原子、电子、粒子，完全一样的，只是他们排列组织的方式不一样，其实是一样的。从这里看出真平等啊！众生愚痴迷惑啊！金刚钻看到这宝贵的不得了，泥沙一文不值，不知道它是平等的。你要晓得是平等的了，你看金刚钻跟看这个泥土没有两样。你把它画成等号了，你决定不会起贪爱的心了。我们从这个地方生平等心，上跟诸佛平等，下跟树木花草跟泥土都平等，平等性现前呢，距离佛就近了。佛给我们讲十法界的业因，佛的业因平等心，平等心是佛，六度心是菩萨。
我们今天修学以佛心行菩萨道，过这个生活，你说多自在。其如这个境界才有真受用啊，得大自在啊，正确心，正字重要，不偏不邪，这叫正啊，正中啊，心稍稍有一点偏，不正。稍稍有一点偏邪了。那么什么叫真呢？立一切妄想分别执着，这个心就真了。所以佛在金刚般若上说，若菩萨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即非菩萨。为什么呢？他心邪了，心偏了，不正了，那不是菩萨。菩萨的心正了，心正，行当然正。行是什么呢？看破放下自在随缘，这是行啊。心不正呢，这个四句做不到，必须要心正。我们要懂这个道理。不能有丝毫偏斜啊！为什么会偏斜？归根结底，自私自利，我们就被这个害了啊！无量劫来，过去不是没有遇过佛法，佛在大经跟我们大家普遍受记，无量寿经上就受记啊。我们在经上看到阿舍王子过去生中曾经供养400亿佛，我们跟阿舍王子相比不输给他，我们过去生中供佛在我想象当中不止400亿，为什么呢？供养400亿佛，听释迦牟尼佛讲无量寿经生欢喜心，还动不了求生净土的念头，这个念头没起来。你们今天听到的时候，想极乐世界好，我要求生，你比他超过啊！他供养400亿佛，你可能供养500亿了。为什么去未去了呢？被自私自利害了被名闻利养五欲六尘害了这个东西在诱惑，你经不起诱惑，这就没能去得了啊！那这一生当中看看呢，你能不能经得起诱惑这个诱惑在佛法里叫魔障啊，魔在哪里呀？我们四周围全是魔财色名食睡都是魔，地狱无条根呢，大魔你要经不起诱惑，在这里起心动念了，堕落了。
五条根，有一条根你就出不了地狱，五条根都具足就完了。这一生闻法修行，阿赖耶里头种一点善根，不起作用。如果要在这一生成就，要克服啊，要舍弃，要舍得干干净净。我常常感叹，上一次在香港讲经还提到，年轻人发心出家，好事，很难得。出家稍有成就，就被居士害了，害他堕落了，又把他拉到地狱去了。为什么呢？供养他。五欲六尘的供养，这一供养他糊涂了，立刻就堕落了。把这些人害死了。他们没有智慧啊，稍有智慧，供养不能不接受，不接受人家回报你，说你不给人接法缘，不给人赔福，其实给人家是中了福了，你堕落了，你不是福田呐。应该怎么处理法呢？这时候接到供养，那一时候就出去了，不能留啊。我在各个地方弘法，信徒所供养的全部归常住，我所需的时候常住供应我，全归常住啊。在居士林的你们供养全部捐去建弥陀村，在这个地方是全部去捐下面做光碟。不可以留，一留就堕落。人没有财的时候不起贪心啊，有财啊越多越贪。你看看世间人做好事，几个真正有钱人来做好事，都是没有钱的人做好事。有钱的人很吝啬。有钱人做好事一定是对他有很大的好处，他才肯做；没有好处，他不做啊。所以这个老天也很公平呢、有钱的人来生变成穷人，穷人来生变成富人，风水轮流转呢。穷人肯布施啊，肯做好事啊。他们自己收入非常微薄，一点点供养啊，几乎是他全部的。你们从中国来的同学到这个地方来布施供养，我一看都有供养几百块钱，几百块钱可能是你们一个月的工资啊。这个供养的福大了，此地有多少一个月收入几十万的，一块钱他都不肯供养。纵然他们想做好事，拿个十万八万都比不上你们的功德，比例上算
你一个月全付出去了，他一个月才百分之几，那怎么能比得上你们呢？诸佛菩萨鬼神算账是算你收入多少，这是布施多少，是从这里算的，不是讲你钱财多少，就是你功德大，不是。所以佛在经上讲，那个圆满功德是什么人真正做到呢？讨饭的，他什么都没有，今天讨饭人家给他两文钱，他把这两文钱全部拿去供养佛陀了，那是他全部的财产。这个佛经里头有这个故事供养两分钱这个道场里面方丈和尚是菩萨了，亲自给他回向，到后来啊，这个要饭的这供养的这个人啊，以后他做了皇后了带到许多宫女到这个佛门里面修大供养，这个方丈叫他的徒弟跟他回向，他觉得很奇怪啊，就从前我记得很穷苦的时候到这来布施两文钱，你老人家亲自给我回向，今天我带这么多这个财富来供养，你怎么让你的徒弟来给我回向？老和尚就说了，那个时候两分钱你是真心的，你是你全部的财产，我不能不替你回向。今天你做了皇后，你的财富是亿万呢，你拿的这点钱是你九牛一毛啊，我徒弟给你回向足够了。事法跟佛法不一样，所以不要认为哎呀我们很穷苦不能修福，穷苦人修的福比亿万富翁啊大得多了。几个人懂这个道理富的人不是生生世世富，穷的人也不会生生世世穷这里头有大道理在真实智慧一定有真实智慧呀，才有真正的大慈大悲大慈大悲是爱人啊，爱物啊，这个爱心充遍法界这个爱心是从自信里面流露出来的，不是感情的，感情里面生的那个爱那是烦恼那是假的，不是真的，常常会变。自信智慧里面流出来的大爱永恒不变对于冤亲债主回报我的人，侮辱我的人，陷害我的人，这个爱始终不变，这个爱没有减少一分，这是真的佛道是什么呢？就这十个字我们起心动念言语造作与这十个字相应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你走的是佛道你心是佛，你的言行决定是佛，不必学就会了，都会了你的言语行为展开经卷决定是一样的
经卷里面字字句句含无量意，你为什么看不出来？因为你有障碍，你有业障，你的业障排除了无量意啊，横说竖说，成说差说，说不尽啊。为什么说不尽？称心，字字句句都称心。信德就是这十个字，信德的落实，看破，看破是明了，宇宙人生的真相，明白了，明白叫看破，看破当然放下，放下什么？放下妄想分别之处，有很多人把意思会错了，把他的工作放下了，放下之后写信给我，法师，我听你的话，我是放下了，但是现在我没有办法生活了。这是把意思搞错了，不是放下工作，不是放下生活。佛菩萨要把生活工作放下了，他还去度众生吗？他为什么还要去49年讲经说法？为什么不放下呢？工作没放下，生活也没放下，放下的是妄想分别之处。生活不是为自己，我每天吃饭穿衣养这个身体，养个身体不是为自己，是要养这个身体，拿这个身体为大家服务啊。你身体是众生的，不是自己的，这个放下了，自己放下了。凡夫是身体第一了，不管干什么的时候自己没放下，做再多的好事我做的，你看这得骄傲，这骄傲烦恼就起来了。你们看看这一部大藏经那么多，从头到尾翻过来，有没有看到有一句说佛菩萨说我值得骄傲？你看这有没有？没有啊。诸佛菩萨普度一切众生，真是随类化身随机说法了，诸佛菩萨从来没有鞠过躬。放下这一点呐，永远安住在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这叫安住法界。安住法界，你才有能力教化众生。为什么呢？智慧先前了，德能先前了，自自然然先前，不需要学习的性德嘛，它不是修德嘛。我们今天修的是什么？不是别的，修的时候就是把障碍性德的业障烦恼障所住障所知障，把这个修掉啊。智慧德能向好是现成的，不需要修的，障碍去掉了，自然就现前，就这么回事情啊。所谓修，除障碍而已。而障碍的头一关，自私自利。自私自利不能够放下，其他就免谈了。换一句话说，什么障碍你都破不了了。这是破障碍头一关呐。这一关应该如何破呢？起心动念为众生，为正法救助，为利益一切众生，绝不要想利益自己，自己
什么都没有。啊，印光大师在近代给我们做了一个榜样。啊，老和尚一生没有道场，住别人道场。啊，老和尚一生没有收徒弟，一生不传戒。他只给人受传授皈依，就是三皈五戒，啊，绝不传大戒，啊，所以他常常讲啊，我印光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我也不怕死啊。为什么？他没有生死，他活的时间是为别人的，不是为自己，自己没有生死。这是祖师在这一个时代实现一个榜样给我们看。老人家德望学问都是大众所尊敬的，皈依的信徒多啊，供养多啊，他一分钱没用过，把这些供养全部拿来做印金，流通法宝，啊，他在苏州报国寺设立一个弘化室，四众弟子的供养全部做弘化社的基金，啊，社会有一些慈善救济事业他不做，其实他做的是真正慈善救济事业，救人惠命啊，比救人生命还要重要啊！啊，救人生命，世间有一些慈善家都在做，救人惠命的没有人做啊。惠命比生命重要。这是他老人家示现给我们看，啊，全心全力做弘法的工作。这个弘法叫流通经典，这给我们很大的启示。啊，我在他一个小册子里面看到，就是上海护国习斋法会的法语，啊，这个法会做了八天，前面七天法会，后面一天三皈五戒，啊，传授三皈五戒八天，啊，头一天在他老人家讲开示的时候就提到，那个时候北方有灾难，啊，很严重，老和尚从印金的款项里面提出3000大洋去赈灾，啊，我在这个里面才真正体会到啊，啊，救灾的钱是临时的，是从印金里面拨出来的，主要的就是在流通经教，我明白这个道理了，我知道这个事情重要了，我学佛出家李炳南老居士劝导我以印光大师做老师，啊，他是印光大师的学生，他不敢以老师自居，啊，他把我看成同学，啊，我们都学印光法师，我接受他的教诲，
啊，印光大师在哪里呢？文超就是，天天读文超，亲近老师，明白老师的教诲，依教奉行。啊，这个就是印祖的学生。李老师谦虚啊，我是他的学生，我把他看作我的老师，但是他把我看成同学。啊，这个是真正觉悟人的大德大能。所以我一生也是助别人道场，我自己没有道场，我也不收出家徒弟，那个我剃度的那些人都是韩馆长的徒弟啊，我带他剃度的，他是个大菩萨，末法时期找不到第二个。啊，护持佛法30年。啊，我们今天有成就，完全是他栽培的。没有他，我们就没有今天了。啊，我们感恩戴德。他提供我们机会，让我们天天有地方讲经，讲习不中断，第一德，也是艰难困苦啊！他去租地方、借地方，使我们30年讲习不中断，这个根扎下去了。我也是什么都没有啊，生活一样过得很自在。这一点是张家大师教的。给我坚定的信心，我亲近他老人家3年，他叫我真诚心为佛法为众生，你就得诸佛护念，一切交给佛菩萨，佛菩萨护法，不找人呐！世间人，世间的难事，所谓是登天难，求人难。事事看别人脸色，你的心怎么能安？你的心怎么能清净？绝不求人，求佛菩萨。佛菩萨怎么求呢？不是天天在佛菩萨面前祷告啊，那个没有用处的啊。依教奉行，就是求。佛教我怎么做，我就做。佛教我不能做，我就不做。这样就是求佛菩萨。佛菩萨绝对不是看到你天天给他磕头烧香祷告，不是的。佛菩萨不喜欢这种人。你每天也不烧香也不祷告，但是你把佛的教训都记住啊，认真奉行，佛菩萨喜欢这种人。所以求有求之道啊，佛是门中有求必应啊。
那我们需要想要一个道场，佛菩萨送来了，送的不大，不大有道理啊，不是你不需要大吗？够用就好了嘛。如果太大了，太华丽了，就有很多人动脑筋了，想来争夺啊，那不就给人造罪业了吗？所以小小道场好。人家瞧不起，送给他他都不要，这个好啊！不造孽，那么现在的社会大家晓得，已经全方位的走向高科技了，所以往后的道场两种形式，一种是卫星电视传播，把讲经说法了送到每个人家里面去，道场不要大，这么大场地足够了，向全世界广播，你在家里面就可以听经啊，就可以学教啊。第二种形式呢，共修。共修，什么人呢？退休的人。你年轻有工作，你没办法修啊。你每天忙着你工作，等到你退休了，工作都放下了，老实念佛。所以我就想到弥陀村呐、弥陀村就是养老院。志同道合的老人，我们聚集在一起互相照顾。因为现在这个时代，儿女已经不照顾父母了，你年岁大了靠人靠不住啊，没有可靠的，真是六亲无靠啊。那怎么办呢？靠佛法了，佛法能靠得住啊。所以我这个二十多年来，我每到一个地方一定去参观访问老人福利事业，许多国家地区我都看，老人福利事业办得最好的澳洲，澳洲条件好，地大，土地面积跟中国一样大，人口呢只有1700万，地大人少啊，所以居住的环境，每一个人居住的这个地方都好几亩啊。我们这个地方算面积多少尺，你的房子多少尺，澳洲问的时候你家里有多少亩，普通一个房子农人住的，农家了住的一个房子不会少过10个英亩，10个英亩是中国多少亩，60亩，住家了你一个家就60亩，你说居住环境多少啊，多好啊。都是一些大树树林，里面建个小房子。通常都是用个铁丝网围起来，这是他的家。地大人少嘛。农夫耕地。他耕作多少地呢，都是几百亩几千亩。那个亩是英亩，一个英亩是6个中国亩，他的100亩就是中国600亩，1000亩就是中国6000亩。他们耕地是这个耕法的呀，所以老人福利事业办得好，老人退休住在这个退休村，
就像住在花园里面一样。啊，你到那里面去的时候，你都不想离开。啊，做得真好啊。啊，可是物质条件有了，精神条件没有。啊，我们去参观呢，老人一个个的吃完饭之后躺在躺椅上晒太阳，很可怜，连个谈话的人都没有。啊，在那里等等死啊！你说这个精神多么悲哀啊！那么像这样环境里面，如果我们建个讲堂，建个念佛堂，哎，老人吃完饭之后来听经来念佛，肯定往生啊。啊，那么最近我听说中国对这个事情已经很注意了，啊，也想模仿外国，啊，在中国做这个老人福利事业，啊，大概也有这个退休村安养院这种计划，这个好，我听到非常欢喜。可是要怎样建得很理想，真正照顾晚年幸福的生活啊，希望在一生当中，晚年是他一生当中最幸福的最快乐的。这养老啊，必须到外国去参观去考察，吸收他们好的这一部分，他们的缺点我们把它改正过来，那我们的养老就世界第一了。所以要注重老人的精神生活，老人的娱乐生活，老人的这个宗教生活，能把这三种补充进去，老人就真正幸福了。那么这是讲的教化众生，菩萨在此地教给我们了第一桩事情，教我们安住法界。第二个教我们呢，教化众生，自心化他，也是属于相辅相成。自心就是化他，化他就是自己修行，是一不是二啊，这一桩事情才能做到。这一桩事情就是这个《无量寿经》上讲的三种真实啊，安住法界就是经上讲的真舍之际，众生呢，教化众生就是会于真实之力，安住是真实慧，真实智慧三个真实，这是一般经论里头很少讲到的，这一句里面包含三个真实，很圆满的，应当要学习。好，今天时间到了，就讲到此地。